大家好，我是艾伦，今天要和大家聊聊一位非常特别的人物——戴佩妮。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才华横溢的唱作人，以其深情的歌声和真挚的歌词，已经吸引了观众20多年。他的音乐触动了无数人的心，他的音乐旅程充满了韧性、激情和音乐的力量。佩妮的音乐超越了国界，与各行各业的人们产生了共鸣。他是华语流行音乐界真正的偶像，而他即将在9年后举行的演唱会，证明了他经久不衰的魅力。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每次演出了他的全部心血。相信我，你一定不想错过。Penny Tai, whose real name is Tai Pei Ni, was born on April 22, 1978, in Johor Bahru, Malaysia.She began her musical journey at a young age, showing a keen interest in music and songwriting. Her big break came in 2000 when she released her debut album, Penny, which quickly gained popularity and established her as a rising star in the Mandopop scene. Over the years, she has released numerous albums, each showcasing her growth as an artist and her ability to connect with listeners on a deep emotional level.Penny's songwriting is often praised for its authenticity and emotional depth. She draws inspiration from her own life experiences, weaving stories of love, heartbreak, and personal growth into her music. Her lyrics resonate with fans because they are relatable and heartfelt, making her songs timeless classics. In addition to her solo career, Penny has also written songs for other well-known artists, further cementing her reputation as a talented songwriter.Throughout her career, Penny has received numerous awards and accolades, recognizing her contributions to the music industry. She has won several Golden Melody Awards, which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Grammys of Taiwan, and has been nominated for many more. Her success is a testament to her hard work, dedication, and passion for music. Despite her fame, Penny remains humble and down to earth.She is known for her genuine interactions with fans and her willingness to share her personal journey with them. Her authenticity and approachability have endeared her to many, making her not just a beloved artist, but also a role model for aspiring musicians. As Penny Tai continues to create and perform, her influence on the music industry only grows stronger. Her upcoming concert, set to take place 9 years from now,is highly anticipated by fans who have followed her journey from the beginning. It promises to be a celebration of her enduring talent and the impact she has had on the world of music. So mark your calendars and get ready to be moved by the incredible artistry of Penny Tai. Believe me, you won't want to miss it. 佩妮的旅程并非一帆风顺，她最近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他对此非常坦诚，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却步的消息，但佩妮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强和优雅面对了这一切。这是一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疾病，使他更难展现最佳状态。但你知道吗？他没有让疾病定义他的人生，他决心要活得最精彩，继续与世界分享他的天赋。尽管困难重重，但佩妮对音乐的热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她决心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挑战，并利用她的平台激励他人。正是这种奋斗精神，使她成为如此优秀的榜样。佩妮决定在9年后重返舞台，证明了她坚定不移的精神。她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她追求梦想。与世界分享他的音乐，这就是这次复出如此特别的原因。我喜欢好的回归故事，而佩妮的故事充满了新意。他坦率地谈到了他之前的演唱会经历，以及他所怀有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没有全力以赴，没有以他想要的方式与歌迷建立联系。但你知道，人们是如何看待遗憾的吗？他们会让你变得更强大。佩妮正在利用这些感受作为动力，使这场演唱会成为最令人难忘的一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准备工作的各个方面，决心为每个人创造一个真正神奇的体验。佩妮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音乐，更是关于成长和自我发现。他回忆起那些夜晚，当他站在舞台上，
灯光照耀着他，观众的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尽管外表看似光鲜亮丽，但他内心却感到一种深深的空虚。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真正与观众建立起心灵的连接。他的表演虽然完美无瑕，但却缺乏一种真诚的情感交流。这种遗憾一直困扰着他，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结。然而，佩妮并没有被这些负面情绪击倒，相反，他选择面对这些遗憾，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表演方式，寻找与观众建立更深层次连接的方法。他明白，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才能真正打动人心。在这次演唱会的准备过程中，佩妮投入了比以往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不仅在音乐上精益求精，还在舞台设计、灯光效果和观众互动等方面下足了功夫。他希望通过这些细节，让每一位观众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佩妮相信，这次演唱会将会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不再只是一个表演者，而是一个与观众心灵相通的艺术家。通过克服遗憾，他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并将这种力量传递给每一个人。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遗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勇敢面对，他们就能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第五部分，灯光、摄像、开拍，为盛大的夜晚做准备。而且，让我告诉你，这场演唱会的热度非常高，佩妮一直在努力工作，日夜排练，希望能呈现一场让所有人惊叹的演出。他一直在预告的稿，他将如何重新演绎他的经典曲目，甚至还暗示会有一些神秘嘉宾。了解佩妮的人都知道，他一定在准备一些特别的东西。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唱会，这是一场音乐、人性和人类精神力量的庆典。第六部分，幽默感，佩妮和他的歌迷。佩妮以其美妙的歌喉和机智的幽默感而闻名。我的意思是，这个女人太会开玩笑了。有一次，在一场演唱会中，一位歌迷向台上扔了一个毛绒玩具。就在歌曲演唱的过程中，他停了下来，拿起毛绒玩具，紧紧地抱住他，然后说：好吧，这有点尴尬，但我感谢你的心意。人群顿时沸腾了。正是这样的时刻，展现了佩妮与歌迷之间真诚的联系。她不仅仅是在舞台上，她和他们在一起，分享欢笑，创造终生难忘的回忆。佩妮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她更像是一位朋友，一位陪伴在歌迷身边的伙伴。她的幽默感不仅仅体现在舞台上，还体现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她的生活点滴，时而搞笑，时而感人。他的粉丝们也因此感到与他更加亲近。他的每一条动态都会引来无数的点赞和评论，大家都喜欢他的真实和坦率。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有一位粉丝激动地说：佩妮，你的歌声陪伴我度过了很多艰难的时刻。佩妮微笑着回答：谢谢你，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这样的互动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话，而是心与心的交流。佩妮总是用她的真诚和幽默感打动每一个人。佩妮的签名会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她会和每一个前来签名的粉丝聊上几句，了解他们的故事。有一次，一位小女孩带着她自己画的佩妮画像来找她签名。佩妮看了看画像，笑着说：哇，这画得真好，你比我还厉害。小女孩开心地跳了起来，周围的粉丝们也都笑了起来。这样的时刻让人感受到佩妮的温暖和亲切。在每一场演唱会的最后，佩妮总是会加演一首歌，作为对歌迷们的感谢。她会说：谢谢你们的支持。